啊，他埋约瑟夫红蝶，鱼女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军官长裙祭司这啊啊，这个演员局啊，这个是，这把感觉像是演员局啊，很奇怪啊。树林的看什么东西？博士吗？很胖哎，女巫是不是？ 啊！直接就震慑了，不大动，他直接开始直接呼昆虫了，直接开始要摸，开始摸人了。那我们炸鸡的，我们不那个了，我们也当个演员吧，试个演员勾引一下，说不定还这把还有机会。他怎么还在四合院遛狗呀？你找我摸血，再来了，你这。我也给你来一下。 都震呢！这不是很捞哎！哎，别再震慑了，大哥昆虫，不能再震慑了！啊！我靠，是演员！我靠，这绝对是演，这俩绝对是演一个祭司，我觉得这俩很有问题吧？又呼他！我靠，这什么黑魔法？又接动了？他呼谁啊？呼祭司？呼昆虫？ 我靠！妈的，这太捞了，怎么会老震慑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来呀，再冲刺！来呀，我不信你还有冲！来呀，冲啊，冲啊，来呀，冲啊，冲烂我来，冲烂我！秒都不鸟我，你这！给他走个地窖，我们想办法给他走地窖，他。 我操，他也震慑啊！不是你们是故意的吧？怎么做到？怎么做到俩？这俩应该双百的，百分百正怎么做到的？哥，气势接大洞啊！怎么接？你切墙就接的，嘟嘟的接下去，他呼你就嘟嘟对着墙嘟。还有死的？哎，不过我没有爬地窖，你知道。 爬地窖有机会，地窖在哪里啊？要沙包大房看有没有，赌一波吧。哎，哎，有赌中的啊，真好。这不是演员吗？